10月6日，正值内地新生代偶像 Zheng Han 生日，一向对粉丝爱护有加的他，诚邀全国各地粉丝一起庆生。而不久前刚过完21岁生日的绯闻女友郑爽，当天也神秘现身，看似素颜的她一身白衣坐在粉丝当中，表现相当低调。不过，还是有细心的汉堡们认出了郑爽，并拍下了照片。虽然生日当天张翰身体有些不适，但他仍然化身金牌 DJ 为到场的汉堡们打碟助兴，令场上的气氛嗨到爆点。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